弹指一挥间，人的最后的醒悟，那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后悔自己一生走过的人生没有好好的多做一点，人生苦乐参半，眼泪和笑脸并存。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这么长，等到死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活过一样。